我们在这儿，长山呢，在这儿。哼，长山根本不在这里。你这个小伙子一点地理常识都没有。啊，长山在这里。嗯，真难吃。哼，我也是长山的。我们现在在这里，如果我们能助主公在这版图上杀他一个大圈，那时候就会天下太平，我们也可以光宗耀祖的回长山了。这么大一个圈，我们能走完吗？小伙子，好好跟着你大哥，我一定会带你走完这张图。大哥，你当了几年兵了？五年了。想家吗？谁能不想？这五年我一次也没回过长山。男子汉大丈夫，胃口要大，连梦想也要大。不衣锦还乡，我誓死也不回长山。大哥，送给你。给我。版图在我心中。